1998年，选择在雪邦建设国际赛车场，到1999年开放，1999至2017年举办过一级方程式赛车、马来西亚大奖赛、世界摩托锦标赛、马来西亚大奖赛等。那些年来，这些赛事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这就是当年敦马哈迪要建雪邦赛车场的主要原因。马哈迪与雪邦国际赛车场主席丹斯里莫哈莫阿兹曼一起在雪邦赛车场用车合适，分享当初他决定建设上述国际赛道的渊源。同时99岁高龄的敦马一度以高达每小时154公里的时速行驶，异常在国际赛车道飙车的快感。